首先呢，要来看看今天介绍的房产大人物，他是建商界的明日之星赖建成。今年呢不过41岁，但是手中已经推满100亿元的案量。很多人以为这应该就是富二代吧，但其实并不是哦。赖建成呢，他一路走来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打拼。身段柔软的他说，多亏从小爸爸妈妈在菜市场带他做生意的历练，让他很会跟人相处。也正因为来自基层，所以他非常知道民众真正的需求，打造出的建案总能热销。独到的眼光让不少业界大佬指名要找他合作。在市场长大，那我从小就我们家做家庭五金的嘛，所以我就从小就养成不怕生，然后跟人的互动和相处都很自在。这户哦，就这一户，对，就我以前长大的地方，反正现在没有做了啦，现在租给人家，对，现在租给人家。哇，这是小时候的回忆。对，我小时候在这里啊，那就在这里啊，买花瓶啊，卖东西，卖锅碗瓢盆就在这里。所以你会帮忙叫卖吗？我会啊，我很会啊。哦，真的、哦？对啊，锅子3个100，3个100，这我很会。我小时候就有练习。哎呀，阿姨从小看赖董长大。对啊，他在肚子里面我就认识他。他以前都坐在那个玻璃橱啊，哎，淘气。大家从小看我长大，我们邻居对面的邻居。走在人声鼎沸的新庄菜市场，机车、脚踏车来回穿梭，摊贩叫卖声此起彼落。这就是赖建成儿时的记忆。对，那就是我们小时候长大的公寓。我觉得我们家就是住3楼，然后这个做生意在1楼。嗯，然后就每天就早上起床就蹦蹦跳跳下来，就往下走，那就到家里的店里帮忙。哦，小时候很好玩的，我小时候这样，我们的那个阳台有没有？嗯，小时候就是会拿那个以前行动那个卡拉 OK 有没有？然后在那个上面，然后唱歌这样。像红蜻蜓啊，你知道唱歌给邻居听吗？真的，就是一个很活泼的小男孩。大部分的建商啊，他不会在前端跟这些住户聊天，我觉得浪费我时间生命。那我不一样，我可以带着我团队挨家挨户的去拜访，挨家挨户的去探寻、去聊、去解决他的问题，因为我姿态很低啊。那我就来这地方，我知道什么的。哎、hey, ，赖建成，哎呀，你好，哎呀，你好，哎呀，你好，赖建成，谢谢，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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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建成，你好。哇，赖董，我觉得你出来选什么？选什么？里长、议员、立委，我看你肯定稳上哦。七年级生的赖建成就像邻家大哥，很容易对他产生信赖感。他说啊，多亏了菜市场的磨练，让自己从小就学会做生意，早早出社会创业，每一次都是危机入市。如今坐有建设公司，手中案量已达100亿。民国92年的时候，在 SARS 的时候，我就出来创了这个公安公司。97年雷曼兄弟，我就出来创了旅行社。那100年、101年，那个奢侈税时下登录，我又出来做了房屋公司。我因为这样子很多创业的经验，我通通都是从基层做起。还有一个重点。我在全双北市当中，我至少去参观看过超过300个大楼的社区，我至少去看过300个公寓的这个房子。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历练，让我出来这个从事建设公司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讲有很多的养分。我因为这样，我更知道平凡的人、平凡的年轻人，真的自住买房的年轻人，他在买房之后他的需求是什么。我因为来自地方，来自基层，所以我天天跟这些人在一起，我天天跟这些人一起生活，所以我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也因为这样子，让我在做案子里头相关的一些规划都比较接地气、在地化，讲难听就是比较怂啊。所谓的怂，其实就是贴近人的需求。赖建成的目标就是把高级豪宅一栋栋的盖回新北市。他不厌其烦地拜会各大厂商，阐述自己的理念，买土地也是动之以情。我想要帮跟我一样平凡的年轻人盖好的房子给他们，我要去买一个土地，然后这个土地的那个地主，我出了那个土地的价格，跟另外一个很大、全台数一数二的大街上价格是一样的，那本来就要卖给他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需要土融的，我需要贷款啊，我自备款准备好，我需要跟银行贷款。因为那建设公司它很大，富可敌国啊，他直接用现金买。我去那个地主家哦，三顾茅庐，
我去跟他拜托，我说大哥啊，帮我大哥啊，那个大的建设公司哦赚很多钱，你要去帮他，另外可以当公差啊，好，那你是不是等我一个月两个月，银行贷款下来我直接跟你买？我说你帮那个大建设公司，你土地卖给他，你拿了钱，他赚了钱，他也不会感谢我们这个新庄人哈，那你土地卖给我嘛，你卖给我之后，你相信我，我绝对不是盖普通的房子，我是盖日本的上市公司来盖的新北的小豪宅，把豪宅建筑师带来，我给你盖很气派的房子。你可以跟人家讲，那个土地当初就是我卖给那个年轻人啊，你这样提拔我，我会感谢你一辈子，帮帮我吧，好吧？他就感动就卖给我。不能只有话说得好听，他付诸行动，找来日本开发商和国际大厂合作，所有规格都是复制豪宅，却能给出甜甜价。那很多的国际大厂一开始会说啊，哎，你来杀我的价，或是你来议我的价，你来请我协助你，到底是不是因为你成本下来下修之后，你的房子还是卖那么高，获利都放在你自己的口袋？我就跟他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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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确实是跟你商量过后之后，你给我一些优惠的空间，我是要回馈给我的买房子的年轻人，谈了日本国土开发，我光前前后那一谈就谈了好几年。我告诉他们我的理念，或是告诉他们我的想法。我觉得可能因为是我出生背景的关系，我来自于那个菜市场的孩子嘛，我不怕辛苦啊，我姿态很软啊，我姿态很软，我应该是全台湾姿态数一数二软的建设公司老板。那很多人会说，那这样不对啊，那这样子你怎么有办法赚钱？那我的逻辑是这样，有的人来盖房子是为了要赚很多钱，那我认为是这样子，钱再赚就好。只要合理的利润，我基本上就愿意去做。为什么？因为我才41岁嘛，钱再赚就好了。赖董的理念很直接，他是新庄英娜，盖好房就是要回馈家乡，代销龙头也押宝，合作新庄重化区的建案。每一个房间都大落地方，这件事情在台北市超过65坪、70坪以上的豪宅才有这种规格。那我想要让这些年轻人感受到我在帮他们做事，我跟你讲，不然他们买一辈子的房子都买不到，买20-30坪的有这样大落地。那我认为房子不是商品，房子是家，有家才会有温度。我们会找世界冠军咖啡大师来泡咖啡给大家来喝，我们会找钢琴家、大提琴家来让大家在社区里头做音乐的演奏。我还做了把公园搬回家，因为以前我小时候是住公寓嘛。热爱音乐，注重休闲，赖董因为懂得居民需求，细心打造出的建案总是很热销。即使2016年才跨入建筑业，独到眼光让不少业界大佬指定合作，但他还有更想做的事。我只要卖了房子，我一户都会捐10000，一户都会捐10000，甚至我编一定的比例赚的钱投入这个慈善协会。这慈善协会我不对外募款了，全部都是我自己公司赚的钱投入，然后我要把所有钱全部都花光。我要去照顾支持弱势的孩子，所以我很喜欢建商这个角色，因为有建商这个角色让我重新看到我在这个社会上我有想要做的事情，更多的责任，更多的能量可以做这件事，所以我蛮珍惜这个机会。白手起家，看尽社会冷暖，让赖董有了这些体悟。赚钱嘛，当然重要，但有钱之后，如何帮助和他一样的人呢？那才是他人生蓝图中最重要的规划呢。